市指挥中心公布，金碧馆内增加七十四例口径病例，分别是三例的本土病例，做下图跑步点切到九秒老了团案有关。尽管三月还有七十四例，金碧没增加死亡个案。金碧馆内增加三例本土个案，做下图九秒老了团案有关，包含台湾一间医院的两个弱势人员。还有经济接待出品老料团的高雄一间台菜餐厅出品的员工，按疫控九三九的路脉未确诊。台泰公卫好者陈秀熙今日建议，社交群体免疫力同各国分组高中第三类，分组三阶段来做境外解封。目前主高级辐射含有切到后半场的人，是病友居家隔离限制，也是唔是居家隔离。指挥中心先前讲，昨系上六十五岁民众就 COVID-19 预防下，则提供台币500克以下的微高品。疾病的宣布，并用年初民的注射奖励，而不年初民身份上五十五岁民众没有，不到三月初四开始实施。香港行政长官林昌英昨日公布调整抗疫方向，各区的重点是减少死亡、减少重症、减少感染的病例。伊讲本来天三月要推行的全面强制检测限度规划，但是每年晚的优先工作。